今天这个房间是8000块，然后有升等，两个房间，一个一张床，第二张床。真的。我们先看一下 view 一下。先浴缸。好了，我看一下，这是台中的 view。哇，白天很漂亮哎。受不了。哇，那是什么？御园饭店哦，好高哦。好，我去放水。好 ，OK。我先帮你放水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你先放水。先放水啊，然后一间淋浴间。水。不错啦，比较干净。设备虽然旧。先放冷水，先放冷水，然后再放热水，然后摸看看。我看我先，要脱衣服，叫你妈帮你脱。会烫，会烫，会烫。有点人气的饭店。好了，先这样。